怎么今天这么难？赶紧跑吧！那，哎呀，赶紧走啊！现在到了，他走了，来，哎。我要一下吴宇森，那你是吴宇森？他拒绝了，吴宇森拒怎么绝回了。事？怎么回事？吴宇森拒绝了。Hello，Hello，hello。 Hello，Hello，Hello，帅哥你好，怎么那么粘人呢？啊，这老拉我，老头真的是放不下我，5秒钟没见我就想我，找个帅哥来，找个帅哥，对，找好，个帅哥，找个帅哥。我给你找一个，我看一下，华哥，余秀华，哎，华哥在。我拉一下余秀华，看一下接不接。哎，华哥来了，华哥来了。我刚开播啊，打不过啊，有点，可能有点打不过。没事，没事，打不过。怎么说？怎么玩？怎么个玩法？怎么玩？啊，我们珍珠开心了，我们珍珠。啊，我来吧，我们打地鼠，好不好？打地鼠开是怎心么先。玩？打地鼠怎么打？哦，我知道，就是就这一样。号、二号喊一号、二号，然后嘞出来一下。对，这个 PK 整蛊有一个这个汉堡的特效。那就是第一名那个对打呀、啊，地鼠是吧？对，第一名对的，打地鼠，第一名打三个。然后嗯，比如可说，以。我是一号，然后第一名喊一，我就嗨，我就出来喊哦，一声，就是喊到谁就出来。OK，喊到谁就出来叫一声。OK，再分编号，一二三编号啊。懂了。好，一号地鼠啊。OK 我是 OK，我是李老头拉来的大冤种。啊，开始 PK 了，那我们就开始吧，直接开始开始。闭麦了，好，闭麦拉拉票，感谢好好守护的小星星。他老头啊，真的是烦人。蹭上票，蹭上票。一罚三，家们，一罚三。小妹，是这么玩的你诅咒我3秒钟浇花，嗨，这么多帅哥怎么能浇花？对吧？我生怕我前一秒走了，后一脚人就去帅哥那儿了啊！好多帅，谢谢艾琳的炸鸡桶，谢谢小南的鲜花，谢谢 It's me 的小星星，好开心哦！怎么能走啊？那么多帅哥怎么能走？珍珠，荣誉等级高一点，可以漂浮。谢谢，怎么一下子获得一个欢迎小礼物？完蛋，确实。老头好呆，谢。两个人已经破百，我们怎么说？行。他不是呆，他是眼神里有我。好多帅哥哟！浅浅的过个百，我们珍珠。感谢芊芊的保时捷之许。感谢芊芊的保时捷。啊，可以，我们直接变成来吧，第一名啊！我们这边没有好帅，好帅，说的对呀、啊，真解乏，是不是把我麦毙了？慢点，小慢走。OK，来，老头是猪，老头是猪，老头是猪，别放弃。啊，他真的把我麦毙了！哎，这种多人 PK，怎么你放点水牛啊？老头这王八，吓我一跳！巧，我看不到我的血条。阿吉会这么强，阿志会这么强，欢迎 Bull 了。哎，谢我艾琳的心动，丘比特他根本不爱我。哎，我把他们俩，我把华哥的麦都毙了，我就没被毙。老头的麦，老头把我毙了。别人都能看到的特效吗？这么屌的吗？哎，我看不到我的血条。对，我看不到我的血条，家人们，我看不到我的血条，我不知道已经开始。那怎么办？你们看不到吗？那要不要重新来啊？重新来，我看不到我的血条啊。我看不到我的血条。李老头这个蠢货，李老头这个蠢货，李老头这个蠢货。我两票，哇操！我两票。老头没闭麦。没有我，他不是他刚。老头啊，在吗？老头啊，你刚是不是闭我麦了？没有，我看不到我血条。啊？我真看不到血条，这边。我看到了，你现在602票。102。没事，你待会儿。赢了输了，我那个，我告诉你。行，现在4票了，谢有头脑，谢谢。啊，他们四个都没逼，他们都没逼啊。没什么。哇，这么尴尬。
对，我的墨镜呢？我的墨镜呢？为什么看不到我血条呢？很奇怪。736了是吧？现在。行。哇，你看对面开始拉票，我们也拉票吧。咱们就不管了，咱就众筹吧，咱就说给他。怎么他也开始拉票？怎么都开始拉票了？怎么回事？他们，看守在卷死他们。你看，哇，你看他才开始拉票了。对，咱说不能输啊，不能输啊，就是说唱首歌卷死他们。但是我现在看不到，对，我现在看不到我自己的票数，所以我自己也没有什么胜算，你知道吗？我现在看不到自己的票数，我看一下，747是吧？那我是最后一名吗？现在？我是最后一名吗？咱家大姐没来，咱家大姐可能睡觉去了。对，我们现在打的不是时机。哎呀，哎，算了，我跟他唠唠嗑吧。陈情哥，我要拉票。哎呀，还30秒，来不及了，家人们，来不及了。我还说唱首《红尘情歌》。这把咱打完，咱回直播间唱首《红尘情歌》啊！咱这把打完，咱回家唱首《红尘情歌》，家人们，最后二十秒。左下角是好，左下角在哪里？最后十秒啊！最后十秒，家人们。最后五秒了，你看人家都15000票了，家人们。谢谢我们艾琳的，哎，到了吗？时间，这都输了。谢我艾琳的心为爱起航，我的妈呀！我现在多少票？谢谢，魏魏宇，谢谢有头脑老头。哎，老头你怎么才一票？老头，尼玛！我看一下，我多少票啊？我看不到自己血条啊！你怎么才一票啊？我怎么回事？家人们，最后一名吗？我没有，我这边看他2000票啊。啊？哦，没事，我骗他的。哦。哎，谢我们艾琳的心为爱起航啊！要变成松鼠了。完蛋，要变成地鼠了。一发，直接变地鼠，哪个特效？直接变地鼠啊！地鼠在哪里？就是在哪里？整哦，这个我找到了。整蛊 PK 第二排最后一个汉堡的那个特效，整蛊 PK 第二排，家人们浅当一下地鼠啊，浅当一下地鼠。对，然后就先把凳子移开，你们就蹲下去，先不要露头，然后编号我想一下，1、2、3，你们要几号？一号我、我二号吧，我二号吧。怎么说？那我三号吧，谁三号？谁三号？我三号。对，一号。OK， 1、2、3。OK， 行。那好了。先蹲下去，先蹲下去，来，准备开始了啊！等一下。我觉得咱们谁可以放下 BGM， 搞笑一点的 BGM。啊！哎，完了，没露出来。搞笑 ，M。来放个搞笑的 BGM 啊！完了，发际线太高了，挡不住啊！一号，你出来的时候你要喊一声，你要嗨！喂喂喂！二号，喂！三，喂喂！一，喂！二，喂！一，喂！一，喂！一，你妈！三，嘿，三，嘿，二，嘿，一，嘿，二，嘿，一二三，嘿，嘿，一，嘿，一，嘿，一，啊啊啊！
地鼠打人了，地鼠打人了，我操！你搞这个地鼠怎么回事？问一下，一二，嘿，嘿，三，嘿，二，嘿，三，嘿，一三，嘿，嘿，二二一，嘿，一三，嘿。一三，一二，没反应过来。一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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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哈哈哈哈哈哈 ！OK OK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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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OK， 好了好了，咱走了，老头去拿刀了，说我，秘书直接出来了，直接出来了。那么巧，你的怎么我？地鼠要打人了，地鼠！我最后一名。地鼠打人了，地鼠打人了。很排面的，啊，炸毛了，炸毛了，要拿刀干了。那撤了啊，撤了。好好行，拜拜，兄弟们，兄弟们，拜拜，拜拜，拜拜。老头怎么回事啊？拜拜老头后挂的是狗啊！哎哎哎，点错了，点错了，哎，完了完。我刚看不到血条，对，大家没有办法发挥。如果有看到血条的话，会输吗？肯定不会啊，是吧？我们看他直播啊，没事做，没事做，我们就看他直播。看我一下 我这边的美颜参数，那我的美颜参数没变呢，是吧？我美颜参数没变呢，你看他许志杰的美颜参数。对，高兴太早，高兴太早，真的没有气，脑门都挡不住。不是我蹲的不够低，主播43吗？没有没有，我22岁，22岁。是我脑门太大了，挡不住。22岁。我还偷窥他，开特效吗？对啊，我开大连特效啊。哦，我手机没电了，等一下充一下电。哎，你的新家22，还以为25以上，不过看起来有这么成熟吗？哈，看起来有这么成熟吗？看起来有这么成熟吗？没有吧。那边都在夸你好看，真假？哎呀，如果我们是上半夜 P 的话，肯定不会输给他。我们后半夜被他得逞了，下次四人 PK 我们早一点，不然被他们得逞了。那边，哪边啊？那边是谁？谁那一边？谁的那一边？下去呼吸，直到频率只为你。微微那边，那应该刚给我刷了，应该是他的家人吧？应该是，因为我这刚那个不是有一个叫魏宇的嘛，应该是他那边的，应该是感觉。哎，这搞得我有 PK 恐惧症了。在你的耳边响起，这是呼吸，直到频率只为你。哒哒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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哒。
不要恐惧 ，PK 恐惧症，真的。因为我们家是比较说，侧脸的视频好像十七是谁啊？侧脸的视频像十七，我有侧脸的视频吗？我好像没有拍过侧脸的视频吧？我拍的都是正脸的，拍视频都正。啊？我拍视频都拍正脸的。我有拍侧脸的视频。成熟男人，我是一个成熟男人。刚刚开播被许志杰打，被迫扮演一个娘娘腔。但是我现在我不行，我不会低头，我一定要找许志杰报仇，我一定要让他做一回娘娘腔。你觉得是本色出演？成熟男人，对，我一直都是一个成熟男人。你们看我就这么久直播，包括我的头发，他也很成熟，包括这个袋子。也很成熟，衣服上有油没有啊？哦，这里是啊。没关系，没关系。衣服上油没关系。脸上有油，没关系，没关系。如果你不介意的话，我把脸上油刮下来，然后寄给你。不介意的话，对不对？人不油就行了，对，人不油就行了。老头的项链为什么藏在里面？你觉得拿出来会好看吗？啊，你觉得这种项链拿出来会好看吗？它这种项链本来就是一个很低调的项链，就是藏在里面的。对，它拿出来的话，它会显得高调。小表妹，哎呀。又是小表妹。等一下哦，我把这个关掉。Hello。